又是在第三局才上阵，又见他上场后帮助中国女排赢下比赛。18岁的李盈莹在亚运会上扮演了骑兵角色，只要上场就发挥作用。8月23日面对韩国一战，李盈莹到了第三局10-13落后时才上场，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，立马改变了局面，帮助中国女排以25-16拿下这一局，从而以3-0获胜。这是李盈莹连续三场比赛替补建功。央视解说袁弘刚在解说中称赞李盈莹经受住了考验，而朱婷在赛后夸奖她每次上场都起好作用。李盈莹在亚运会首战面对越南的比赛第三局上场得到5分，发球得到3分，扣球两次全中。8月21日面对中国台北，李盈莹仍然是在第三局上场，她6扣3中，另外发球得到1分，单节得到4分，她连续发挥高效。8月23日中国女排迎战韩国，郎平继续安排刘晓彤和朱婷搭档首发。刘晓彤是中国女排主接一传的球员之一，在目前中国女排体系中，刘晓彤比李盈莹更适合首发，毕竟李盈莹现在的一传能力还不过关。但是刘晓彤连续征战之后体能下滑，进攻效率会打折，这时候就需要李盈莹发挥骑兵作用。刘晓彤在与韩国的比赛第三局出现了连续扣球没能得分的状况，中国女排比分处在落后的局面，如果放任这种局面，就会给韩国重新建立自信的机会。郎平换上了李盈莹，中国女排立马开始涨分，再加上姚迪和龚翔宇上场，这三位生力军让中国女排重新充满活力，中国女排掀起一波流的进攻，一举扭转这一局被动的局面。李盈莹今天对阵韩国，在落后的时候上场是对他真正的考验。央视解说袁弘刚在比赛中表示，18岁的年轻球员竟然能在硬仗中扮演扭转局面的骑兵，这确实证明了李盈莹具有一颗大心脏，敢于打硬仗。其实李盈莹在上赛季台超联赛可是在总决赛大杀四方，与金软锦对轰还占据上风的人，面对韩国的比赛他也能放开手脚进攻。这场比赛李盈莹的上场时间不多，他口球4中2得到2分。比赛结束后，朱婷接受了采访，其中谈到了李盈莹的表现，今天他换上来还发挥挺不错的，他每次上场都会起到很好的作用。朱婷表示，李盈莹在亚运会上是得到各方的夸奖，第二战时郎平曾在比赛中夸奖李盈莹发球发得很好，在世界女排联赛期间，李盈莹可是被外界不断批评的球员，就连郎平也曾公开批评她一传不好，失误太多。但是李盈莹不愧是一位天才少女，她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不断进步，她减去了14斤的体重，身体变得更加灵活，她阅读比赛能力也变好了。18岁的李盈莹前途无量，亚运会上她将继续扮演郎平手中的骑兵，帮助中国女排向金牌发起冲击。